年轻人，让我猜，巧了，我刚好在有兴趣。你看看影刃的碎片，认真听，龙骨防旁胆影刃，当然有关因这个问认识你先。明天一早，你弟现在的处境可谓相当危险。哪里来的乡巴佬？不急，先陪他耍耍。另外，我要的人捉到了吗？尽快解决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最近组织内出了叛徒。老大请放心，我一定会揪出叛徒。终于见面了，没错，那儿时以前龙最后贤者无心而道，这没错，这应这最初阻止而你的阻止你的去找你，
所以建议多收徒弟陪着。这个以后